因为我爸爸呢，他很爱面子，常常对我问他说：“啊，你儿子怎么出道这么久，还没有办演唱会？”我今天办到了，爸爸。我还留了一个位置给爸爸坐。我那时候曾经有很多的感触，就是当你成功的那一刻的时候，你却回头替你一直在加油的那个人却已经不在了。可是你有做到你当初所许的那个承诺，我觉得那个才是比较重要的。我都会留一个位置给爸爸，就不管在哪，大厂小厂，然后都会留一个位置给他。那有时候当然有些人不知道就跑去做了，我就傻眼。你坐我爸腿上。他应该也投胎了，如果还没投胎的话，那爸你今天要死。